阿伯，你无算安尼啦。是呢，加油，还是陈浩，我干嘛对恁真实嘞？免安尼啦，你离婚你都已经悔过啊，啊，你个孙啊生到这么正经哦，我辛苦啦。你可讲我莫结婚嘞，我无听你的。迄天，我坐伫现场，我心内。 出干嘛真后悔？好啦，无代志啊。问题即摆上重要就是甲刘姐抓起来啦，无安思思哦，赶快无你这趟过啦。嘉瑶应该跟我联络，伊若敲电话给我，我会随甲你讲，叫伊去助手。伊可能即摆哦真无闲啦，规工哦都在笑想，想要甲思思结婚，拄则哦。 搁走来甲阮放贴吧。这是佳瑶做的，搁惊阮无看到，搁伫阮三台车顶。伊搁走到去到阮那二米，那四四房间偷看伊的日记，挂军装呢。啊，到底安怎啦？刘姐到底是要对思思安怎啦？啊！佳瑶自细汉都认认真拍拼，唔肯认输，我是要想咧烦恼，伊安尼做，就是要让咱知影，不管安怎，思思永远是伊的。 伊也受办法，抓死死离开。无可能啦！伊也敢来这件事哦，你别个做无了要紧啊！刘姐，停下！刘姐啊，你真好胆而已啊，刚都开始来啊！ 你竟然对我真实行无比无人了哟！我惊你哦，你别压起来了！快走！快！快！你等下等我倒来。哎哎，阿哥，谁你啊？队长，队长，加油！ 唔知影三个刚好都甲刘姐抓起来，妈，我感觉咱是报警好啊！啊，报警，我先报警。哎哎，刘姐，刘姐，你咪伤害我妈，我拜托你，我对你走，我对你走，哎，我冇犯规。思思，你是不是被抓到手？思思，妹妹，妹妹，哎，妈，啊！ 这要骗去啊！啊，思思搞回军的，回军啊！啊，思思，思思人嘞！司机，我刘家要抓去啊！你赶紧找人，我来报警。啊，思思！喂，今日是我要报案。 去什么所在啊？咱之前讲迄个所在啊，有一摆咱毋是坐火车去耍的时阵，有看到有一个海边啊，起一间白色小木屋。临时讲，伊就希望以后咱两个会当住迄个白色小木屋内底。白色小木屋。 而且迄天哦，咱算了做欢喜，咱还去海边散步嘞。
我就跟你的一个没钱几年啊，鹅黄色的小洋装，今天做水的，思思，以后我一定给你，才就会感觉我，那感觉也重要了。刘佳瑶的精神状况敢那出问题啊？刘佳瑶，老师到底是要创啥啦？气死！接客了，莫出声，听看卖那边是甚物情形，开口音。哦。思思，咱今仔去过足侪所在，一摆我一定要带你，甲总部去啊，上一摆。那你敢要带真普这回去？咱全新的人生，袂当无真普啊，对吧？真普，真普也阁爱我，对伊来讲，我根本都无听。不是，你是真普的爸爸嘛，伊当然嘛爱你。加油，真普是咱的囡仔。咱袂当甲伊放咧，唔管啊！若是要走，咱就带伊做伙走，好不？思思，我，咱先找一个所在安定落来，再来去接真普。加油！我知影，你甲咱三个人的合照，为我的日记本提走啊！真正是因为你让我受过伤心，所以我就敢那留一张相片尔。佳瑶，你若是希望我会当原谅你，甲你重新开始，咱袂当无真普啊。我会看在你是真普爸爸的份上，搁予你一次机会。讲的敢是真实？你敢真正愿原谅我，甲我重新开始？嗯。好，那咱真来，咱先来接真普，哎，人伫哪？哦，真普人伫保姆遐，我甲你讲路要安怎行。哎、欸，奇怪，阿婆的明明就伫咧厝啊，谁让思思讲伫咧保姆啊？思思啊，伊是伫咧甲人暗示啦，爱咱去保姆伊住迄栋大楼啊，去找伊。哇，思思够巧诶！我即摆打电话报警。啊？你是想要报警，抓个廖先生？我之前就讲过，我若阁拄到佳瑶，我绝对袂阁暗号伊，我会报警抓伊。我讲会到做会到。小秋，车顶只卡。对，安心来了。行。